帮狗狗搭桥过河，这不狗狗搁这儿呢，身上还绑了热气球，那你还搭什么桥啊？直接飞过去不就得了吗？没必要，根本没必要。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啊，行行行，那咱就浅搭一下，让我研究研究啊。那这个黄色的是木板，应该是桥的主体，那红色支架应该是起到了固定支撑的作用。好，简单，这就懂了啊。先用木板铺个路，然后再固定支架，根据沃兹基硕德理论的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工作原理，咱们这样搞一搞。搞好了怎么样？看着就很牢固啊，那狗狗才几斤几两呀，承受个它绝对没得问题。哥哥别臭得瑟了，万一过不去那可就不可能。来，瞧好了，稳如老狗啊，那不对啊，稳如泰山。我就说嘛，这大桥根本就不难。难不难呀这关？啊，策划，咱就说这一高一低的地形，你确定这也能搭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那通过上局游戏之后，我也是领悟了一点方法。来看好了，开始还是先搭木板，然后再连接支撑点。那先这样简单一圈肯定是不行的，想要牢固呢，咱们就把中间的缝隙用交叉线连接起来，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嘛。哎，这么一来，狗狗过去肯定没有问题了。怎么样，辉哥帮狗从未失手。呦呦呦，辉哥确实小看你了呀，这只是入门的帮狗，有本事你去领教一下加强版。加强版，来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搭桥过河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无敌霹雳旋风托马斯回旋爆炸加强版。不是，你的标题起的还是短，可以再长点啊。辉哥怎么着，怕啦？不敢啦？没事儿，咱要不认个怂？认怂是不可能认怂的啊，可以挑战，只不过咱们也可以谈点条件。那么在挑战开始之前呢，小伙伴们是不是也该干点啥呀？那就比如说给视频来个场景赞，前来推荐，哎，懂的都懂。当然了，大过年的不能让大家白点，来跟着辉哥一起在弹幕里面发送恭喜发财，解锁这个全新的弹幕特效吧。来，让我试一试啊，咱们呀先用刚才学会的方法搭一下。按理来说是稳定的，但是我预感这桥有点不太靠谱。行啊，这个行不通的话，那我这还有招呢。哎，这个看着是不是就牢固多了呀？来试试看。嗯，有戏，我的漂亮呀，我好像找到方法了。不信，来你们看这一关，用木板先把周围这么一圈，然后将内部的对角上下左右这么一连啊，怎么样？辉哥，你这儿连个支撑道具都没有，肯定行不通的。那你可看好。你说什么？塌了吧？哎，等会儿，你先别说话，这狗狗好像能爬上去呀。我说什么？通关了吧？没毛病吧？辉哥，你这不是耍赖呢吗？桥明明塌了，还得狡辩。好，咱们继续下一关。这圈起来之后还能干嘛呀？写个字。What？ 比如。这个囧字，然后我去，竟然没他，策划这不合理吧？凭什么嘞？这看着也不牢固呀，简直离谱！啊，我不信，刚才肯定是个巧合，咱们再试试。我写个什么字呢？过河的过，好像不太好写。那走字呢？我感觉有戏，来试一试。虽然有点抽象，但还是很相似的。走你！我的妈，这也没他。策划，你这是耍狗呢，还是搁这耍我呢？你要早跟我说这搭桥游戏能这么玩，我能搭的比这还离谱。退后，我要开始装逼。就比如这一关，咱们直接写个哈字。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也没什么问题。那写这个字，一来是为了通关，二来是为了嘲讽策划。你不是搁这跟我比呢？来，还有没有什么更离谱的关卡，通通给咱端上来。